这里面很多的饮料。那陈慧群呢？你给他什么东西，他都能够写出来。也不要这样子说了。Okay、老板，我要点杯奶盖绿大杯，去冰。哦哟，去冰。来点副歌好。哎、欸，你下一个知道对不对？老板。没有，好来。所有糖度要半糖。天气冷就去冰。糖度要半糖。糖度要半糖 ，You know you got it。老板，买一送一好不好？因为歌唱得太好听了，所以我们本店的老板赠助了两杯一模一样的东西。哇！